好，接下来呢，祖蓝也要为本队带来一个特别厉害的助阵表演，掌声有请他。这个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我化完妆之后，我照镜子，我又像我妈化的浓妆，真的很像阿姨哦。三敏为什么会选择来到《王牌对王牌》作为你的这个综艺节目的首秀？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？其实呢，我看过这个节目，真的、我觉得很好玩。哎，然后我听说祖蓝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像没有赢过，我就特意过来给他安慰一下。哎呀，之前成龙大哥在我就赢了一期，真的今天天后来了也有机会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赢的一些诀窍，一定要请大牌助阵，大家都可以跟着 Sammy 嗨起来吗？怎么可能输，对不对？嗨起来。祖蓝， Sammy 就归到你的队伍当中，你先去换装好不好？这个妆太浓了，我要卸一下。我也看不下去了。我告诉你，眼睛好痒啊现在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所有的来宾上到舞台来，欢迎各位。这个厉害了，这样一位大将加入，我觉得祖蓝队的实力瞬间飙升啊。是啊，哇，我本来以为我们队要输了，直到 Sammy 出来之后，我说啊稳赢了。什么样有没有吓到？耶、yeah!